盐湖总统是在今天上午10点钟在总统府接见乌拉圭的参议员拉斯，他们就两国有关的合作问题交换了意见。拉斯表示，无论国际情况如何的演变，乌拉圭共和国是坚决支持中华民国的。拉斯并且还表示，对中华民国在和平安定中求进步和维护文化价值与世界人类的融合和共同努力表示敬佩。